小戴啊，干什么呢？MV 脚本写了吗？写了呀。你那写的什么东西？这拍好了绝对没人搭理，没人看啊。那大王，您说该怎么写呀？MV，咱们场面要大，要大，要大，要有钱，要非常有钱，特效要炸炸炸！这个特效，唰的一下人出来，唰的一下人不见，唰的一下人上房了，唰的一下车飞起来了，懂吗？要炸！应该懂了。造型要好看，造型，每个小姑娘都来个五六七八套造型吧。不同款式、不同风格的哥特式、校园式、小洋装、小西装，不管能不能用上，反正一定要多，要多。还有眼睛下边必须给我贴钻，只有贴了钻才能显示出我们的有钱啊！除了场面炸、妆容美，还要有剧情，剧情你懂吗？我们不是根据歌词和曲风写了一个剧情吗？就是您之前看到的那个中世纪欧洲女巫的历史，女巫的消亡和女巫重生，女巫的魔法从被驱逐到被推崇，十几个孩子聚在一起，利用手中的魔法打退黑恶势力，给这个世界带来正义与光明。这个剧情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能看出孩子们的美颜吗？组队打怪老不老套？会有人买单？那要怎么写呀？不能让他们单纯打怪，要让他们爱恨纠葛，女孩子之间的感情纠葛，懂吗？女孩子之间，对呀，女孩子之间，咱每年的 MV 都要带个男老外，跟小姑娘搞出点暧昧线，这个不好，粉丝都不乐意看，看到画面还要把男的给剪掉，这多没意思，还浪费钱。咱们呀，就干脆让女孩子们来情感纠葛，就比如让这个小姑娘爱那个小姑娘，那个小姑娘不爱这个小姑娘，这个女孩救了那个女孩，那个女孩为爱以身相许，这个女孩为爱泪流满面，这个女孩为爱勇闯暗黑下水道，这个孩子为爱魔法觉醒。碰到一起以后，还要再来点误会和虐心的地方，比如某某为了救某某自己受伤啊，某某不知道。某某为了自己受伤啊，某某眼里心里只有心中的白月光某某某啊，可是为他受伤的某某还在身后默默关心啊，虐不虐，爽不爽，狗血不狗血，粉丝爱不爱看？最后再来个世界毁灭前奏，让他们不要搞这些小情小爱了，要着眼于大世界，心怀天下苍生，为了世界放弃小我，成就大我，冰释前嫌，重新携手，正不正？这个能量正不正？可我们这是音乐 MV 啊。对了，那就在里边加点舞蹈，就是那种漂亮小姑娘穿着统一制服在古堡面前跳舞的画面。对，一定要在古堡前，场面要大，上面再加点打雷闪电的特效，给领舞的小姑娘几个特写。来个十几秒舞蹈，咱就切了。就十几秒吗？对呀，咱们这是 MV， 又不是舞蹈视频。知道什么是 MV 吗 ？Music video， 重点是后面的 video， 不是前面的 music。场面壮大了，剧情丰满了，小姑娘的脸露了，舞蹈也有了，这个 MV 实在是太优秀了，你说对不对？记住了 ，MV 就要这么拍。记住了。